这剧我等好久了，终于等到新的一集，明天就带去好好烤那些猴子们。这么晚你还想备课的事儿？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难道不是谈恋爱吗？你应该好好想一想怎么把皮肤养好，衣服穿得漂亮。哎，大半夜的，我上哪儿买衣服去啊？姐，你是从古代穿越过来的，现在不一定非得去商场买衣服啊，也可以在网上买衣服。那我教你啊，你下载一个唯品会 APP，24小时随便逛啊。不用谢啊，我睡觉去。拜拜！哎，回来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跟史飞不要进展得太快啊。我和史飞那都是虚张声势，我们俩现在就只停留在拉拉小手，拥抱。不会吧？你们俩不是急着要让你的孩子打酱油吗？林小欧，你今天在史飞家和吴征眉来眼去的，怎么回事啊？谁都能看出来你们俩有情况，你们俩才是最深藏不露的那一个。哼，晚安。喂。这样就走。大家前面上了几堂课，都累了吧？好，那我们今天这堂课来歇一歇，我给大家播部美剧。哇，行啊，这老师还挺上道。小点声，当老师听不见。去你的！ And then I'm happy to tell you about how about you and I find a healthy balance together. 浩老师，您这是从哪扒的生肉啊？先看吧。哎，跟你们俩确认一件事啊，咱们老男孩阵线联盟还在不在？在啊，友谊万岁啊！耶，以后不管咱们各自的什么归属，老男孩阵线联盟永远是咱们心灵的港湾。行，今天正好啊。有人给我空运来的澳洲顶级生蚝，我这还有顶级的白葡萄酒冰镇呢，咱一会儿好好喝一顿，咱有日子没喝了。不是那个不行，我不行啊，我中午约了叶子吃午餐。你，我也不行，我这是下午得去学校站岗去，约了林小欧看电影。不是，什么意思？5秒钟没过，咱就土崩瓦解了是吗？咱不一直这样吗？上一秒歃血为盟，下一秒割袍断义，你不一直这样的呀？还真是这样。哎呀，天哪！
你们俩行不行啊？我的前半生是你们俩陪着过的，我们后半生怎么你们都不负责不管了，是不是？我给这么多年，你在门口贴一告示，就招这种美女咖啡助理，以你的颜值，半个小时这门脸准踏破了。我有这么低俗吗？这么多年你们在我这白吃白喝的，这账从来没结过。我跟你们说过没有啊？这就不管我了。哎呀，不行了，我这我来不及了，我得走了。上哪儿去？我烧牛，烧牛，我烧牛。你别别别别别，我必须烧牛，必须烧牛。我走了，走了。干什么玩意儿？你说走就走啊？来不及，来不及。什么人呢？都是。好了，看完了一整集美剧，大家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。太好了，接下来有更开心的事情，我们就结合刚刚的剧情来做一下简单的听力测验。啊！我就知道不会有这么便宜的事儿。老师，你拿一块生肉来测我们，这连字幕都没有，让我们怎么答？是啊。哎，你以前做的那些听力测验，有哪些是会给你字幕的？总之呢，我准备了10个题目，你们谁只要答对6题以上，我这学期的听力测验就给他打合格。哎，林老师，是这样，我刚刚没怎么注意听，美国人说话又快，我好多句子没听懂，能不能再看一遍啊？对，太累了。一般来说，听力测验是不会放第二次的，但这是我第一次以这样的形式给大家上课，就放第二遍喽。谁写完了提早交卷就可以下课了。竖起耳朵啊！没什么招待，尝尝我一个学生自己进山种的茶。哦，谢谢。我来就是看看，让小欧在您这儿锻炼锻炼，也挺好。面试的时候我没在意，不知道是您女儿。我还问呢，我说怎么就不在沃顿干了？这孩子的业务能力没得说，就是有点死心眼儿。他应该出来多历练一下。林老师对学生有亲和力，教学思想独特新颖。你看，才来了一周，已经很进入状态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关注他的。他如果在这儿还能适应的话，那就让他踏踏实实的干。我今天来啊，不是作为他的老领导，而是作为他的父亲，来向您拜托，您一定要对他严格要求，不要搞特殊化。没问题，我对他就像对其他老师一样。一视同仁，林老师一看就知道你对女儿是教育有方啊。怪兽，消消消呢？你应该不是来接我的吧？你们老师什么时候出来？早着呢，你慢慢等吧。今年后两节课是英语课，我们做了听力测试。我是提前交卷出来的，所以出来早了一点。里边还有一堆学生在里面面壁呢。英语听力测试你行吗？还提前交卷，没答上来吧？空白卷吧。你就别担心我英语了，过关了。这就是差距啊，等女朋友的时候呢再练练。我走了啊。小欧老师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小欧老师再见。再见，辛苦啦。夏大叔好。你怎么过来了？不是跟你说我有事吗？我也说过了，我多晚我都等。你是要聊公事还是私事啊？公事，小韩最近表现挺不错的，没什么好聊的。那是私事呢，我还记得昨天晚上你欠我一个。私事就别在这里聊了啊，我很忙，你回家等通知吧。哎，不，我可以等，多晚都可以等，但是
这两张电影票等不了，这还有半个小时就开演了，我在外面站了一小时岗了。谁跟你说我要跟你去看电影了？你这是先斩后奏。我先斩后奏是不对，但是咱俩去看场电影，往小了说是看电影，往大了说是支持国产电影事业。什么电影啊？被你说的很有使命感的样子。不是，平时我太忙，没时间陪你。这不刚刚出了这部电影，悬疑惊悚的，特别烧脑。那整片对我没有杀伤力，你不就是想让我看了以后害怕，往你怀里钻吗？被你识破了。我这……爸，你怎么会来？啊，我找你们袁校长说点事儿啊。哦，是吗？你妈打你电话好几趟，让你回家，你都不回去。我过来看看你啊，走。你不是下班了吗？跟我回去一起吃饭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晚点还有正事要办呢。哎，你不是那个萧寒的爸爸吗？怎么样，孩子最近还好吗？你怎么过来了？孩子有问题吗？袁老师，欧校长，萧寒最近都挺好的。我今天来是其实想……哦，我约了萧寒爸爸，想聊聊孩子转学后的学习状况。哦，那爸，我们先走了啊，校长再见。林老师，他那上次做那道题啊，我帮他检查了一下，我们计算机算的，其实32乘以32，你觉得？哎，你怎么骑这个了？今天呢天好，咱们就骑自行车，而且现在是晚高峰时间，骑这个快不堵车。咱们天天开车呀不环保，骑这个环保，而且你坐在后面还能感受一下咱们当年的青葱岁月，多好。就你还青葱啊，我看都长出葱花来了。来，坐稳了啊，请上车。好久没坐了。好，一二三，走！够就够，坐稳了啊！不用，你在这等我一下。欧校长，怎么这么巧啊，在这儿遇见您呢？这就是你干的正经事儿啊！你平时跟学生家长就是这样交流的？我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到育才中学来了，我真是高看你。爸，你不了解情况，你不要这样乱说了。我怎么不了解？我还跟你们园长家属说呢，让你到育才中学来锻炼锻炼也好。嗯。可没想到，你根本不是为了工作，也不是为了证实你自己，你是为了接近萧寒的爸爸。你这话只说对了一半。我承认，是吴征他建议我到这所学校应聘的，可他也只提供了一条信息而已啊。我留在这个学校是为了我未来的事业着想，不是为了他。但我说什么你也不会相信。我当然不相信。
我自己来拍看。哎，好好好，慢走啊。今天喝的人多了。干嘛呢？赶紧招呼招呼。哎，拍着拍着干嘛？听话，快点啊。哎，来，来了，来了。点什么？买单。咱这儿有什么新鲜蔬菜，随便做几个就可以。嗯，你想吃什么？我都行，少油少盐就行。他少油少盐。这位美女，请问你最近是不是有在健身，或是做什么运动？哦，我平常就有健身的习惯啊，一周2到3次有氧，偶尔游泳。最近还在练拳击。哇，美女就是不一样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想保持好的身材，光靠运动是不行的，一定要合理的搭配饮食。比如说，这是眼下最火爆的减肥神器，不仅可以有效的控制脂肪，还能提高人体的基础代谢。要不要试一下？没关系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就这仨菜是吧？喂，哎哎，那个，我听这个减肥神器挺有意思的，能给我介绍一下吗？好呀，我们这个神器呢是一套非常完整的管理系统。这个呢是我们的减肥茶，每天早晚各一瓶，能够补充人体的维生素。稍等啊。这个是我们的减肥粉，每天1日3餐饭后服用，能够提高人体的基础代谢，而且既安全又有效。那个，要不那减肥汁儿吧，这多少钱一瓶？我来一瓶。我们这都是搭配买的，不单卖。行，一会儿多少钱？来一套。你就要一套啊？嗯，先来一套尝尝吧，试试效果。原价250。今天特价180，可以。哎，你不用花钱，我不需要这个。蔬菜汁儿，喝着没问题，当饮料了。你干什么呢？你干什么呢，蕾蕾？我跟你说了没有，不能在这儿推销这些啊。人家要买，我给人家介绍一下。我跟你说没有，不能在这儿推销这些东西。你，老爷子，老爷子，这个是我自己想买的，我现在减肥呢，真的。要是他不想买的话，说的天花乱坠的，我也不买。真的，这是我好东西，这是。哎，咱今天不说这个，这我买了。咱今天有什么新鲜蔬菜？您给我随便做几个小菜来。我今天带朋友来了。有新鲜蔬菜有，你这是。您好。哟，姑娘真清秀啊。这位是？啊，我女朋友。你女？啊，你女朋友啊？哎呀。哎，你这眼力真好，小吴啊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真应该找个好女朋友，安稳的生活了。姑娘这么清秀，我知道给你们做什么菜了，我给你们做几样清淡的菜，怎么样？麻烦您了。谢谢叔叔。这多少钱？你告诉我。别，这真不想要了，您忙去吧。一会儿我把钱给你。嘿，蕾蕾，你赶紧把小吴那钱退给人家。我为什么要退吧？这是我的劳动所得，不是我逼他买的，是他自己要买。再说了，卖出去货哪有退的呀？做生意最忌讳这个了。你妈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在店里你不能推销你这些减肥品，你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呀？你是不是不打算在家里住了啊？爸，你怎么跟我妈一样啊？我做生意也不容易，您就不能支持我一下？我不能支持你，这是我的店，我做人有我的准则。闺女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把这钱给人家退回去，啊？不退。你不退呀？你不退，我把我自己炒了，你信不信？这对妇女也真特别，老爸这么谦和有礼，女儿却这样。这好啦。慈母多败儿，慈父多败女。老话，我听史飞说，
这是你的深夜食堂，你跟老爷子一家人挺熟的，比你想象的还要再亲密一点。那你对那姑娘那么有耐心，不光只是因为老爷子的缘故吧？嘿，我怎么听出来一股醋味啊？来，先喝点水，把这醋啊稀释一下。我没嫉妒他，他这种款肯定不是你爱的。对了，你只要看着他就行呗。而且能看上我的人啊，那品味不是一般的高。你行啊你。这样吧，把刚才卖你的产品给你退了。哎，别，不用退啊，这我答应送人了。卖出来的东西怎么好要回去呢？是不是？钱拿着。那麻烦你跟我爸说一声，是你自己不想退，不是我不给你退。OK。OK。满意。你对那女孩这么有耐心。如果你真的对他没想法，那就肯定你有把柄落在他手上。这里边的关系我慢慢再跟你说啊，赶紧去吃饭，菜凉了不好。来，先吃东西。看老爷专门给你做的，全是清淡的。深入骨髓的感觉啊！什么话非得来家里说？你说你这人，来过那么多次了，以前都生龙活虎的，怎么一谈恋爱变成小绵羊了呢？你这人会不会聊天啊？我要是母老虎，你会搭理我吗？来，你坐，带你见个人。这照片是我妈。我让他见见你。妈，这是林小欧，我带她见见你。你看，小欧漂亮吧？我母好。你妈真漂亮。哎，那你爸呢？我爸，就是楼下老街小馆那老爷子，据说就是我生父。我三岁的时候。他就把我们娘俩抛弃了，30多年没见面，最近突然冒出来了，就在我们家旁边开了老街小馆，我不知道认还不认。那老爷子就是你爸，他还在你家附近开了间小饭馆，这不是真实版潜伏吗？那刚才卖你产品的那位妹妹，同父异母的。你的人生还能够再戏剧化一点吗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也是最近。那你们怎么不相认呢？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过父亲的这个概念，我从来也没想过去找他，我也不知道有父亲什么样。当然了，我也没想过给别人当父亲什么样。萧寒刚到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是一个好父亲。后来跟着萧寒这小子相处时间长了，才找着一点点做父亲的感觉。那既然你已经找到一点感觉了，也知道老爷子的身份了，怎么不跟他相认呢？我觉得还远远观望的可能好一点吧。那么多年了，与其说父子成仇，那还不如这么当个朋友吧。想看的时候呢，就互相远远的去看一眼。我觉得这也是那老爷子选择的相处模式吧。我觉得你妈能把你培养成这样，她肯定是位很通情达理的人。你是想说慈母多败儿吧？其实我妈对我教育方式呢，确实平常有点松，因为我妈特别忙，
我基本都是放养，但我要真犯错误的话，他对我特别严厉。再严厉，也没有我爸严厉。从小就活在阴影下。欧老师的女儿不能考第二，校长千金必须优秀。我爸也老以别人家孩子的标准来要求我，所以我从小就立定志向，一定要当老师，而且是当跟他不同的老师。那你应该感谢你爸才对，其实就是你爸潜移默化的影响，你才没走歪路，而且离你自己的志向越来越近了。哎，说到这儿，我真的对不起啊，让你跟你爸之间闹得不愉快了。今天，哎，没事，他那人就这样，生两三天气就没事了。你看肖汉来了之后，我不是当了一段时间的爸爸，我真是感觉为人父母挺不容易的。俗话说，不养儿不知父母恩。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多理解你爸，你不能老对他那样。不是不理解他，只是我就希望能让两个我最在乎的男人互相接受彼此嘛。你那么多优点，我一定要让他看到。两个你最在乎的男人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做得很好，让你爸接受我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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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住！你给我回来！你干嘛去？我现在出现在这儿不太合适吧？不合适？那你回来干嘛？当不当正不正的，早不回晚不回，什么意思？说。你是不是要跟我发火？对，什么意思？行。花炮你放了吗？流程你走了吗？暗号你对了吗？你是不是说到动情了，把咱们的之前说的话全忘了？你好意思发火吗？好意思吗？我流程我忘了行不行？你们两个够了，打什么哑谜啊？我走了。哎，后妈老师再见。我在学校不会这么说的，我保证。明天上学别迟到啊。嗯。慢点走啊。你说那叫什么话呀？人家脸都红了。行啊，发着火还能关注一下。嗯，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。哎，你干嘛呢？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好看吗？我新买的。哇，买了这么多。你又接大单了，可怜你的客户们，都像待宰的小绵羊一样。唯品会，这些都是可以分期付款的，钱呢可以慢慢挣，但是美貌是不能等的。哎，对了，你看我这几天小肚腩有没有收下去一点？撩起来看看。讨厌，和老五在一起都学坏了。嗯。你和老吴坚持到哪一步了？反正还没有到要担心小肚腩的地步。我看，哎，不错嘛，这几天跳操很见效啊。是啊，都练出腹肌了，硬啊。嗯，哎，除了运动之外，饮食也要注意。嗯，试试这个。这什么呀？这个，这是萃取自天然蔬果的，听说有很多种维生素，可以帮助你减脂增肌，有益无害。有益无害？嗯，这连批号都没有啊。这是三无产品？不会吧？听说这是很多艺人的减肥神器，应该没事啊，成分都是食品啊。我说你还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啊。这个三无产品，越吃越胖，越吃越肥。越吃身体越不好。
谁送你的？吴征的妹妹。吴征怎么有个妹妹啊？王老师啊，你带高一一班也快一年了，能不能跟我说说那个萧寒的爸爸是怎么回事情啊？这个事儿啊，这个事儿在我们学校挺出名的。哦，萧寒这个孩子底子是很好的，在他妈妈没有出事之前，他一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。后来他去找他那个当机长的生父，学习就一落千丈了，迟到、早退、上课走神、不交作业。我感觉他这个生父就是他退步的这个根源。看样子，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确实是很大。哦，给你转过去了啊，你收下。妈，欠你那钱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赶紧接收。你要是忘了给我退回来，那哥们不认账了啊！欠点还我。还你什么呀？我们家挂着呢，都裱起来了。真狠。哎，你跟林晓最近怎么样啊？那天你不都看见了吗？就那样。一个老爷们儿那么八卦。我不是八卦，你知道吗？我其实我是感激你。谢谢你横刀夺爱，要不然我能认识叶子吗？我们俩现在有点那种相见恨晚。你知道我们平时去哪儿约会吗？还能哪儿？不就是男女该去的地儿吗？想歪了啊！我们现在都去家具市场看家具、装修材料什么的。我就没想到你说一个这么精明大律师，你看这么家居拿设计方案什么的，你说哎，看你那样，一看就是谈恋爱，满脸上就俩字儿幸福。你看哥们儿，深藏不露，脸上绝对看不出任何变化来。你高你，你们俩顺利，我就欣慰。哎，那个小费还骚扰你吗？啊？哎，他有日子没跟我联系了。我就知道这个冰盒是你的。程长，您没走呢？我在这等你半天了，鬼鬼祟祟的。说吧，这里面到底放的什么东西？这个是我帮朋友带的治疗癌症的特效药，必须得低温冷藏，所以我就用了一下冰箱。这冰箱现在成了你们私放物品的小仓库了。平时你们放一些冰淇淋啊、蛋糕啊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。现在你变本加厉了是吧？不是的，程部长，这个是我帮朋友带的，是救人一命的，您网开一面好不好？这事儿就过去了啊，下不为例。老板，哎，你们家这茄子的味道很特别，是有什么特殊秘方吗？没有，就是普通的家常茄子做法。您爱吃啊，那你以后常来给我们这小店捧捧场。来，你去歇会儿。喂，我来洗。啊，文丽呀、啊。
哎呦，不急不急，我现在啊在这个楼底下的小馆吃饭呢，一会儿啊我就上楼去给他们父子俩留张字条，就到你们家楼下等你啊。嗯，好的，你不是有我家钥匙吗？直接去我家等吧。哎哎，文丽呀，你给我买药，给你工作上没有带来什么麻烦吧？你放心吧，没有，我心里有数。哎呀，你看我这心里啊真是过意不去，你说这事儿还不能让吴征知道，你真是委屈你了啊。文英，你别这么说，我能帮到你我很乐意的。那行吧，那一会儿楼底下见啊。哎，老板结账。哎，我来。你谢。多少钱啊？30。给。不找了。哎呦，谢谢啊。什么路数啊这是？啊，看着不像长下馆子的，跟你问东问西的，扒拉啊你。怎么了？老相好吧。谁呀？我胡说什么你？我离开这30多年了，这儿没几个人认识我。那也可奇怪，跟那间谍片接头的似的。你有病吧？你要不信，哪回他来你问问他。真是。蕾蕾呢？这半天怎么没见着他呀？楼上玩减肥茶呢。你这个骗子！我跟你说，那会儿他小的时候跟我说，孩子大了贴心小棉袄。轻松了就，这会儿越大越是块心病。你们娘俩，哼，不回来吧，老念叨；这回来了吧，看什么什么不顺眼。你们这哪是娘俩呀？你们这是斗气儿的冤家。小吴老师，今天去不去我家？你要去我家的话，我就回避一下。这是学校，你注意点影响。哎，那我换种说法，今儿老吴挺闲的，你要不要跟他亲切友好的交流一下我的未来学习状况？没空，以后不许开这种玩笑。谁跟你开玩笑了？我家大门随时为你敞开。我走了，拜拜。喂，妈，怎么啦？我说啊，你这两天可以回来吃个饭了吧？鸿门宴吧，不去。哎呀，我说你这孩子，你跟你爸爸生气，你不能不见我吧？这明天就是周末了。你上个星期说工作忙不能回来，可是这个周末你应该露露面了吧？我爸什么时候改掉他的蛮困作风？我在考虑回家的事。哎呀，你看看你这孩子，简直就跟你爸一个脾气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爸爸今天早上还跟我说，说最近几天我们是不是要做一点炸藕盒啊？你听见没有？谁最爱吃这个了？还不是你吗？我告诉你，这说明你爸爸已经让步了。你赶快回来吧，见好就收。行吧，只是吃饭而已啊。他要再给我上课，我立马就走人。脆弱迷惘不过就这样，天外有天有无常，山外有山有他乡，跌了撞了心还是会老地方。游离于城市的同样，错过了心爱的姑娘，
宣告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去向，为所欲为是轻狂，防不胜防是悲伤，后来再把成熟当偏方。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，行李箱里装不下我想去的远方，这来的去的给的欠的算一种褒奖，风吹草低见惆怅，但至少还有光。把烦恼痛了吞了忍了算了，不对别人讲，谁还没有辜负几段昂贵的时光，若能还笑了哭了累了说要去流浪，留下淡然的模样，看岁月剪罢弩张，总会有个人成